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。我的关羽行不行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，兄弟们！我今天过来逛了一圈，就有人头啊。这把实力难捏。注意我们的进场方式，策马一推，用旁边两匹马去打他。这才是关羽，你的关羽就玩明白。我必须给你展示一波，皮肘一开，策马直接空一技能，直接抢人头往回拉，顶了一手策马，我直接一刀往回拉，小反手直接小踩，踩了个地沫，赶紧跑，顺便撤啊。空技能是必有，但是丝毫不能改变我们策马进场的决心。兄弟们能懂我意思吗？急走一开，策马一顶，一手一技能我再顶，反手一跳，我哎，no， 我在这个草里面吃草。旋转木马，如果你玩关羽这种草都转不住的话，那说明你完全没有悟到，好吧。急走一开，策马一顶，一手一技能再顶啊，重攻击了一下，补黄，再顶一手，一手一技能直接抬走。下路怎么还不推？我们在干嘛呢？兄弟们，点塔！哎呀，一刀拉大招，小走位，我走不动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也不点塔，搁这晃。麻了。怎么断了？这轻轻松松直接两刀，我还搁这推来推去，推了个寂寞，我不如直接劈他两刀算了。哎呦，你搁这跑啊？关羽单偷还什么策马进场，这有必要吗？直接给了两刀。大勇公会965365，虎牙688，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